请帮忙订阅按赞哟，要记得打开小铃铛哟，你们的订阅是我们的动力，谢谢啊。先烤油条。烤到有点焦焦的，一个人喜欢。准备材料，下高酱，把蒜加清水，我用这种包装的阿三，花生碎，白糖，水果依自己喜欢的就可以了。烤好的油条放花生碎、白糖、酸甘、阿三水、虾膏酱、黑酱油混合搅拌均匀，然后放入水果和油条，搅拌均匀就完成了，撒上花生碎就可以吃了。家人们，我们下个视频见哟，拜拜。